TED Podcast 悠悠掌声。こんにちは，大家好，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？欢迎大家收听云林最丰富的声音云云众生，我是云云众生主持人金井港，我来自日本。2013年，大家知道我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对，就是和喜日本料理嘛，和喜获得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认定。这时候很多日本人很开心啦，对，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吃的和喜变成一个，就是被大家肯定吧，对。然后呢，日本其实发明了好多种料理，真的超多，又是很好吃嘛，然后很健康，和喜最重要的是健康，然后颜色也很漂亮，是因为我们四季很清楚嘛，春夏秋冬，然后每个季节都有好吃的食材，所以颜色很漂亮，然后很健康这样子。那大家真的知道日本发明的哪些料理吗？其实有些真的很惊讶啦，是不是不太知道？好，那我把大家变成日本知识王吧。日本知识王这个部分，我问听众跟来宾一个选择题。这个节目的结尾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大家答案。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变成日本知识王。今天的问题是这个：日本人发明的料理是什么 ？A. 天妇罗 ，B. 鸡排 ，C. 蛋包饭。日本人发明的料理是什么 ？A. 天妇罗 ，B. 鸡排 ，C. 蛋包饭。好。选项一样在说明栏那边，请确认一下。好，那我的废话差不多了，今天也开始咯。今天邀请到的是永科大资讯工程系黄玉轩同学。同学您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边是资讯工程系二年级大二新生，算新生吗？应该算中生了吧。我是黄玉轩，来自于一个爆肝的科系。二年级应该已经习惯云科大生活吧？对，算是刚习惯云科的生活，然后也比较愿意开始去往云科外面跑。哦，云科外面哪里可以玩？例如华山啊之类的。有机车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华山。对对对，去华山泡脚吗？算吧，因为听说上面就很好玩，然后前一阵子上去之后主要是看夜景比较多。对，那边可以看夜景啦，其实那边泡脚也不便宜啊。对对，真的很贵，我记得一个小时要500块，好贵哦。蛮贵的，所以大家大学对大学生来说有点小贵啊。确实骑机车去看夜景就够了啦。没错。那我问一下一些问题好了，当初为什么选云科大呢？我当初选云科大的原因是因为，我当时是透过繁星入学。那繁星入学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都已经会告诉你，你可以填到的高度大概就是多少。那时候我也选择了云科大，因为那是我觉得我心里给自己最高的一个目标。果不其然，最后上了。对。哦，那。很好啊，你想来的學校。对，其实我那时候差2分就没有入，就没有进云科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保佑好久，我还去庙里面拜拜，然后祈祷说那个拜托拜托让我上这所大学。哇，每个国家的学生都一样哎，我们日本也会拜拜啦。对对啊，要上大学的时候，拜托拜托这样，拜托一定要让我上。啊，那不错啊。那你来到云科之后觉得怎样呢？一开始真的蛮不习惯，因为我算是从大城市过来的。那云林这个地方算对我来说蛮乡下，尤其是我从火车站过来，那看火车外面的风景，就一整片都是稻田，就说我整个就是吓傻，我要去送去卖了吗之类的。对，真的，真的是，对，我也是那时候觉得。
很惊讶啦，但是到永科附近之后其实还好吧，这边蛮城市的，对啊，蛮多东西，那些龙胆绿也蛮方便，对啊，其实很多东西就是重要的东西，例如邮局啊都放在永科附近，还蛮方便的。 对啊，算是云林里面的话蛮都市吧，都市的地方。对对对那你现在是读资讯工程系吗？对，资工系主要是学什么呢？资工系的话，我们主要是学大数据的应用，然后 AI 的撰写，然后机器人啊实作操作，以及一些电脑硬体方面跟软体方面的知识，基本上就是整个功课的东西我们都要再学一遍。哦，对，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嘛，就是自己下课之后。不只是我们自己学习的时间很长，我们电脑学习的时间又更长。因为我们通常会去跑大数据，那大数据也就是所谓大家称的演算法。那电脑在学习这些演算法，基本上就是24小时不能关机，电费多到那个房东会过来关心你到底怎么了。这样很辛苦吧？对，我人生蛮有一次印象很深刻，是我大数据在跑，好不容易跑了48个小时，它的数据已经演算到78%，跳电、断电，全部从零，全部从头来过。哇，太辛苦了吧？直接崩溃。哇，所以你们资工系的大家买的电脑是好一点的电脑吗？基本上。那个大家都说一进来一定要买笔电，不是绝对不是在叫假的，一定要买好一点的。真的是，不然就会像就是我们之前一样，要去就是大家班上会找那种电脑最好的人，然后凑小组，然后凑不到就只能4个人抱团在那边跟老师哭说对不起老师，研究室的电脑借我们用吧。基本上是要用自己的电脑，不能用学校的。不能用，因为你跑太久了，学校也不会让你啊。对，也太辛苦了吧？确实。所以入学就要买一台电脑，建议会买好一，要好一点的。哇，蛮花钱的呢。不过读每个行业、每个科系都有自己花钱的地方啦。那也是啊。那读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就好玩啊，或者是哪里很辛苦啊之类的。其实说实在，读这个科系真的是蛮好玩的，尤其是在你自己碰程式，然后看到你的程式动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心情会超级愉悦。就比如这么说好了，一个小男孩碰到一个机器人，然后发现自己用遥感控制那个机器人会动，就是那种激动的感觉。是小时候很喜欢的那个东西，变成就是有难度一点的感觉，对，而且还会变得能够送你想要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哇，对啊。那你们毕业之后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？我们毕业的工作实在是很广，因为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有学，所以如果要进去像是科学园区，就那个做晶片啊，或者是做网络工程管理，基本上都是可以的。甚至你也可以去当水电工啊，基本的电脑设计、游戏环境架构、游戏设计人员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基本上只要是跟电脑有牵扯上关系的，读资工系基本上都能去。哦，所以如果进去资工系，就可以变成电脑达人。对。我们学的东西很广，虽然不是特不像其他科系一样会加深很多，但是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会沾一点。哦，那不错啊。那其实应该会有不太想要上的课吧？确实，我们这个科系有一个蛮难过的地方，就是10门必修课里面，光是5门就是跟数学有关的。这肯定是会劝退很多人的地方。如果不喜欢数学就完蛋了。如果不喜欢数学就只能申请双主修咯。快逃。那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课之类的？印象深刻的课有啊，有一堂我们曾经叫做那一堂是张琼月的课，那他主要就是教我们如何写 Arduino。 Arduino 呢就是一个可以控制机器运行的，你
可以把它做成机器人、超音波感测器或者是温度感测器之类的东西。反正它很好玩，它有点像乐高机器人，它蛮好玩的。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片电路板。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我们在那一个学期里面，我们总共烧掉了三片电路板，然后一片我记得600多块，我们老师心痛到快哭了。600块，哇，真的很花钱的，可惜。跟我念的气管系也不太一样哎，这是一个听起来蛮有趣的啦。那你们男女比例是大概怎么样呢？我们班的男女比例哦，这真的是蛮夸张的。整个班级我记得50个人左右嘛，然后里面只有5个人是女的，甚至我上一届比较惨一点，我上一届是也是一样50-60个人，然后只有一个女的，就是一个很失衡的比例。你们人际关系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基本上在班上，因为女生人数太少的关系，就只有2种对待方式，要么就是变成班上的小公主，要么就是跳进去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变成好媳妇。然后走在路上互相搭肩，嘿，好哥们好。对，这些蛮有趣的解决方法哦。对啊，所以有些也会变成小公主哦。那所以你们男女的关系也不错。嗯，男女关系都还蛮和谐的，就是大家蛮嗨的。嗯，那女生进去资工系也不用担心吗？女生进去资工系不用担心啦，学长都会帮你搬器具啦，不是？就不一定是学长，有可能同班的就会帮你扛了。原来，好，那我自己后问一下一个问题好了，那个麻烦给学弟妹，高中的学弟妹好了，建议一下。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，很多人会觉得资讯工程系毕竟会碰到程式嘛，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写一些游戏啊，开发一些小游戏玩，那我会非常不推荐你走资工这条路。因为资讯工程系呢，基本上我们主要研究的东西都是比较未来科技新研发的东西。对，例如说让你的手机如何再增加更多新的功能啊之类的。所以游戏这方面呢，那还是前方左走右转那边有一个树莓系，他们很欢迎哦。所以资工系不能学游戏的东西哦？学会学，但是基本上现在做游戏有2种嘛，一种就是用比较方便的，它已经先架构好环境域，你只要拉一些方块啊，或者是拖一些东西上去就好。市面上很多图形化界面，例如 Unity 之类的，他们的开发程式，那就这就比较是属于树莓系会用的。那如果你要来资讯工程系写，那就是打开你的 C++， 从头到尾全部都用程式语言写完。哦，对，那辛苦的程度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哦，那如果想要学游戏进去资工系，应该会后悔嘞。对。其实像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的那一种人。是、哦、不过还好我现在在其他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兴趣。哦，那不错那不错。哦，所以你原本是想要学游戏的。对，然后结果进来之后变成机器狂人。所以现在是喜欢做那种机器人相关的。对。哦，那不错不错，找到自己兴趣就好。对啊。好，谢谢帮我们介绍资工系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。接下来呢，日本知识网这个部分，就是刚刚我问你的问题，麻烦帮我回答一下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日本人发明的料理是什么 ？A. 天妇罗 ，B. 鸡排 ，C. 蛋包饭。好，你觉得答案是？我觉得是鸡排吧。鸡排，日本人发明的。哎，不对，因为我记得鸡排其实是从欧洲那边流过来，然后全世界都流行。哎，是哦。那我改一下答案，C 好了。C 好了。C 哦，日本人发明的料理哦、啊、，OK 吗 ？OK OK， 决定决定决定，下好离手。答案是 C。蛋包饭，好哎、欸。对，其实、欸、我是不知道鸡排，我以为是台湾的啦。
我查的资料是写台湾的料理。不过鸡排这东西其实它渊源蛮深的，全世界都有鸡排的痕迹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很像的很多啦。其实日本也有那个 chicken cuts， 那个很像是鸡排，但是也不太一样啦，外皮不太一样。嗯，其实那个天妇罗，我以为大家会回答天妇罗啦，因为我知道这天妇罗，葡萄牙，对，嗯，对，这个我倒是知道。然后鸡排应该是台湾，然后蛋包饭，它原本是欧洲那边做那个 omelette， 用蛋做的料理，加个 rice，omelette 是我们日本的名字，所以 omelette 蛋包饭是日本的大阪或者是东京那边的洋食店。做的料理，所以这是其实是日本料理啊！哇，好厉害耶！这个真的蛮难猜到的，很让人意外这个回答。我第一次这么惊讶了，那谢谢你的回答。好，那今天的芸芸众生也差不多到这里。谢谢。大家更想要了解云科大资工系的话，可以看看云科大网站，加上我个人的 YouTube Podcast。也在说明栏那边有 URL 哦，有兴趣的话帮我订阅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，今天的来宾是资讯工程系黄玉轩同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线上见咯，拜拜拜拜，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